会哈、哦，黏哒哒的哈、哦。这是淡水的。上面是淡水，流下来是淡水，上来还没水。外贵宾，小李鱼小就是未来你们六月份来的时候哈，六月哈，那时候我讲的海边的地方应该讲农历的哈，所以说来的时候会更平静哦，会更浪哦，会更平哦，会不会有西北雨的，所以这个海水就会很蓝色，你就一可以看到。有沙的地方是蓝色的哈，啊有暗礁的地方比较暗红色哈，所以说你来都不一样哦，一年四季都不一样哦。各位贵宾，你看看，因为里长总共有带了1000多团的，300多天的哈，所以说里长有办法做退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就要靠提防哦，因为我里长这边还要保持一条路，让那些来骑脚踏车的、骑来深度旅游的哈，你看这个也差不多了，这个也要差不多了，要打包了哈，啊这个打包要准备。这个来带买回去很简单，交给电锅去滚，然后妈妈喜欢吃乌梅汁就加乌梅汁。今天你们吃的哈、哦、是我太太用凤梨新鲜的凤梨加上去，你看凤梨有消暑，再加上2颗冷泡的那个枸杞，你看看里长快60了哈、哦，还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眼镜哦。好，为什么这样一大堆呢？里长站在这边不是说要靠右边吗？好吧，注意哦，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哦。里长已经走了很中间哦，你们尽量靠堤防行礼哦，好、哦，这样才比较安全哦。啊，淹没在我们11点黄钟方向哦，来到我们最大的。哎、欸，你看，里长的隔壁是不是可以？他很安全的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经过我是不是很安全，对不对？里长会站路中间，对不对？淹没在11点钟方向哦，就是我们最大的136人捡的最大的石头屋，后面来屋主的啊主寸。所以说大姐，我不是说不要超过我吗？在右边不是很安全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里长都有不了斗会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配合一下啊、哦，未来你们。